巨头盈圈可靠消息，旺旺集团扩张金融版图再传震撼弹。旺旺是国票金的大股东，与安泰银的大股东私募基金融力，双方在四月已签署合并意向书，在国票金与乐天合作顺利拿下纯网银执照后，七月起由国票金开始对安泰银做实地查核。据了解，国票金已向安泰银递出聘书，聘金约落在350亿元。不过法人认为，以国票金目前财务状况，不太可能拿得出350亿现金，势必由大股东增资出钱。而目前国票金是三席董事，旺旺集团就占了七席，在大股东中也仅旺旺有足够资本，因此旺旺在并购中扮演极重要推手。旺旺集团的金融版图包括国票金、旺旺友联和乐天合资的纯网银，若再加吃下安泰银，虚实银行一次都拥有，只缺寿险业了。对国票金要吃下安泰银消息，安泰银董事长丁宇康及国票金副总邱明恩都回应说不予置评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